是一张电话。为了确保要在隔离期间照应自己在药膳附近指导到掉了零件，那隔离期实际上他们很快找到隔离件，只差一个，应该在那洞里面。那个洞的猛兽其实是他们出现，我们要多加小心。好，我们要进去那个洞哦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进洞了没有？有准备了吗？太大力，整理背包最快方法，把所有东西全部一次卖掉，供给你参考。对，但是我舍不得。我相信你也是跟我一样舍不得，对吧？整理包包最常会整理很久，重要东西又舍不得卖掉，对吧？现在要变新队伍哦，那你告诉我什么队伍，这样就好了。孵化而已的。两个都有绝境意志啊，那奇怪了，来吧，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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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又忘记把它错开了。那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找零件了、啊。看来被他们被站上零件上的原巨石所吸引，把他带回巢里。虽然不好意思，但现在是在集中武力，要从他们手上夺回零件。完全恢复，那就死了。巨大灵丸 ，Thank you， 红 Q 波。好，等一下扶持我，等一下用你的队伍。那也是正常产，幸好百姓，不然我一个人已经挡过他。隔离型在前线，要不是你刚才帮我挡住的时候偷袭，恐怕现在应该要被分解开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阿力切应该会很高兴。你这玩笑我才笑不出来。不用担心，阿力切不会这种事。别看他那样子，他其实内心挺纤细的哦。是吗？不想把零件收起来，回去要塞吧。好，尽快打倒西摩，把奥蛮牛、加诺、奥斯还有自然军救出来。好、哦，要五鼠同西哦，了解了解，谢谢谢谢。